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伊森。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万象天地 Vans 店。这家店是新开的，然后他们这边呢专门有一个 workshop 的一个互动区，然后正好他们店里面还有 Root 跟 Vans 的这个白色 DMO， 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 DIY 上色。因为之前我没有买这双鞋的原因是 DIY 太麻烦了，但是正好这次这里有现成的颜料跟鞋子，所以说非要不说我们赶紧动起手来吧。鞋子呢我们 DIY 完好了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因为我没有学过美术啊，然后颜料都是线条的啊，有点粗糙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挺好的。那你们就跟我们往常一样给这双鞋子打个分吧，1到10分，你们能给这双鞋子几分呢？好了，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你现在住在深圳，你就可以来万象天地这家 Vans 店进行一个 Vans workshop 活动。在这里呢你可以进行对鞋子的 DIY， 然后在后面呢也可以制作一个帆布包啊，就跟我手里的这个一模一样。然后它这个是拿那个热胶印上去的，然后不会掉，然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。好了，那本期节目呢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